广东佛山呢个批发市场人车争路，熙来攘往。正门一幅标语，时刻提醒经过嘅人，两个月前呢度发生一宗震惊全国嘅惨剧。那些人就是太没良心了哦，走那里过都不叫一下子，就心寒啦，觉得咁多人睇都冇边个报警阴公。可能是害怕吧，因为现在新闻上很多都报道，就是说什么救了人以后，然后就是说倾家搞得倾家荡产嘛，可能都是害怕。惨剧发生之后一个月，我哋翻到事发现场，小月嘅父母已经结束生意，铺头人去楼空。而当日抱起佢嘅好心人陈婆婆，亦都为咗逃避传媒追访，被迫翻乡下暂住。不过事件引发出嘅一个畸形现象，仍然值得深思。摔倒了之后到底该不该扶，扶还是不扶？但是你说这个老人摔倒到底扶不扶，居然是在街上见到老人家跌低，扶定不扶，一个简单不过的问题，在内地竟然引起媒体和公众热烈讨论。这个话题源自五年前南京发生的一宗民事杀伤案件。一个叫做彭宇的男人在巴士站扶起一个跌倒的老太太，点知对方一口咬定是被他撞跌，要求赔偿130,000医药费。法院判定彭宇败诉，法官所持的理由是，假如彭宇没有撞到老太太，他不会将他扶起送院甚至垫付医药费。这份判词一出，全国哗然。前面有一对老年夫妇骑着电瓶车在开嘛，按了一下喇叭，他们往边上一靠，我就正常的行驶过去，大概是行驶了十几二十来米吧，在我就听见后面有两个老人在喊了。吴俊东去年遭遇同彭宇类似的状况，当时他开住他这架三轮车翻紧屋企，在我就回头一看，看见一个老人就是一辆电瓶车倒地滑行嘛，往边上再滑，在我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结果当时因为我车上那个人也是问我干嘛，我说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一下。我叫他不要去扶了，现在这个事情很多人偷偷会说我们碰到他的，帮人家也要看位置了啦，像这种情况之下也不敢帮的啦，有人在场不差不多了，没人在场就是帮都不敢去帮的啦。再结果我就走过去，那个老头子因为被车压着嘛，所以说我就过去把那个车扶起来，那个老太婆就说了两句，这么不小心，在那个老头子说我把他们给撞了。
在那个老太婆也说我撞了他们嘛。在，反正当时的话，我脑子一片空白了已经。一口咬定被吴俊东撞伤的大婆婆和她的家人一再坚持要追讨赔偿。怎么是事情发生哪有医院好吧，医院他亲手接这些了，那个钱是谁付的哪有医院很清楚，还有一个派出所是吗，交警队是很清楚的，你就是到我们这里来来来了解情况，讲讲我们已经算是他撞去，你不相信聊来调来调去都是自己计划的，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这讲的没有用的呢。我们又不是说要你赔偿多少，你一点医药费给我们赔偿了我们就够了，我要讲他们人家已经那个大腿断了两个位置，我去年撞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运气不好我们运气就好，既然两个人碰到了就好像你跟我出点医药费，我又不要你在家里我说跟我们调养多少调养费啊是怎样，我们都不想要这个。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过去一年应该说都是活在官司的阴影里吧。虽然交警部门的文件已经指示没有证据显示吴俊东开的三轮车和电动车有碰撞，不过法院一审和二审都判定吴俊东要承担七成责任，赔偿73000元。对于自己遭遇的一个叙述，他说自己 开车路过一个路段的时候有老人摔倒了，他上去扶老人的时候大部分的心情还是挺失落，还有觉得很无助，毕竟是我们小小的老百姓，有一些司法程序我们自己也不懂。有一个网名叫渴望公平的留言说，我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公民，为什么我做好事反遭诬陷，我为什么我好心扶一把人反而换来巨额赔偿呢？这个浙江这个小伙子后来我们了解的他叫吴俊东。谭芳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他眼见近年因为帮人而惹上官非的事件不断发生，所以年初他成立了一个参扶老人风险基金，找了一班律师义务为惹上官司的当事人提供协助。所以有人讲啊，看到一个参扶老人时要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啊，什么上看呢有个摄像头是不是啊，诶下看呢看你这个老人神志清楚不清楚是吧，会不会拦我，左看右看有没有旁人可以为我作证，甚至有人说要拿个这个照相机拿出来拍的。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个参扶老人风险基金呢？一个老人家摔到地上，按照本能按照起码的人性他是应该去救的去搀扶的，还谈不上救我就是说去帮帮忙的，可是他不敢伸手，为什么呢？因为伸手就有风险。当然提出来之后就有人觉得有无赖呀、或者荒谬啊，那我就想是不是无赖呢？是无赖，实际上我们就是无赖，没有别的办法才成立这么一个基金。现在很多是发生在老人身上的，老人呢一般是没有工作能力了，或者是呢经济收入，还有呢有的可能没有享受社保，一般出了交通事故以后马上就会发生一个这个医药费和各种费用承担问题。曹柳生是参扶老人风险基金的义务律师，这天他去佛山南海开庭，为一个参扶老人的个案打官司。通过司法的介入和律师的介入呢，能够维护陆云章先生的合法权益，另外一个呢也是通过走司法救济这种渠道呢，实际上也是消弭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我当时行条呢板到呢板之间，一睇到嘅啱啱睇到有个人踩住部单车，啱啱睇到向我车尾嗰度，就向左边一跌跌低，咁我马上就同车上讲话，咦、哎、有人
有人跌低咁啊，马上一停车落低啫。扶緊嗰個人啊，起身。我話：阿姨，你如果係冇乜事嘅，咁我走咯咁啊。佢就話：佢馬上就話：你咪走，你撞我咁啊嘛。咁啊，好愕然咯就。個呢啲同埋喺呢下邊圍牆邊一路都黐住有好多，此處發生呢啲喺大車與單車嘅糾紛事件，請當時目擊或者知情嘅好心人與我聯繫。呢度饭店有个老板娘，佢都知道情况，但系佢个仔同个新抱唔俾佢讲。就本身咧，肯嚟同我话我知嘅人都唔少，叫做都系肯去作证嘅就唔多。确确实实系呢件事嘅精神咁受到好大打击，即系搞到我依家都叫做对啲人嘅印象都有些少負面影響，叫做點解諗住啲人壞咧？佢就係咁。陸英章最終揾到兩個證人肯出庭為佢作證。本來我的司機也看到了，我叫他作證，他不敢作證。我叫他作證，他說他老婆是我們的作證都有地址的，被人報復我們怎麼辦？根據今天法庭調查的情況呢，我們看原告他本身受到。一辆小车呢冲出来以后呢，受到惊吓以后呢歪倒，倒到他车上，车的后部。那这样呢，就是实际上，这个非机动车人他是有过错的，这样呢就实际上最后就等法院的判决了。最近嘅小月月嘅呢个事件，我哋俾相关嘅视频啊，相关嘅啲图片啊、网评啊，俾佢哋去睇，佢哋系好有感受。佛山小月月惨剧发生之后，内地传媒和网上就见死不救这个现象议论纷纷。学校思想品德课的老师亦都将讨论带到课堂，鼓励学生反思背后的原因。我就觉得路人其实不一定全部都是错了，因为家长经常教育我们，就是说看到什么事情不要乱叫，怕惹来那些什么祸事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社会压力太大，所以家长才会教育我们成这样。然后我们因为这样教育了，所以我们就会见死不救，这样子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仲有冇？我都试过喺公交车度见过啲人喺路边，即系话好痛苦咁，但系冇人理佢。但系我翻到屋企，我谂呢件事，我谂咗好耐。但系呢十八个路人，我谂佢都应该同我一样，佢哋只不过系喺度做紧心理嘅，心入边嘅喺度战争咁。我觉得救人是第一直觉的，刚刚所说的怕社会舆论压力都是些借口，只拦个车然后报一下120，其实就可以体现出你是救人，有这个思维。你冇可能所有好具体好具体好细嘅指引俾得到佢，因为遇嘅事情系唔同嘅。人之初性本善，我哋有个善心喺度嘅，所以我哋嘅活动系好多时亦都系要激发翻佢哋心入边嗰一股善，然后希望佢哋系能够去保护自己嘅呢颗善心。中國目前社會的一個狀況的形容呢，就是人的心靈的精神上的一種潰敗。當一個經濟以 GDP 為一個衡量，將所有的官員的官職都以他們能夠在任、能夠賺到多少錢，這個地區的所謂經濟數據為一個唯一衡量的情況下呢，咁样所有嘅嘢不断咁积累呢，人们就会觉得即係追求心灵、追求思想、追求精神价值呢，其实係好虚无嘅。我们今天是从广州出发到浙江金华市，去为因为搀扶老人而被冤枉的这个吴俊东小伙子打官司。
一审败了，在等待二审开庭的时候，你又谭方设立的基金专门协助因为帮人而招惹官非的当事人，他希望用实际行动去抗衡社会日渐冷漠的伦理关系。这个案子他甚至于比其他比如说彭宇案、寻鹤案还判得更加的离谱和错误。交通事故的证明还有物证鉴定所出具的两份出具的鉴定书，这两个法院根本就没有采办。吴俊东的案件法院二审之后仍然维持原判，裁定他要赔偿，但是谭方同一班义务律师就向检察院提出上诉，希望将案件发还重审。我有什么期望，就是能够看到如果公平的公正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给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不是我的责任叫我承担的话，我实在难受。其实我的期望还不在于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我们直接的你还这个好人吴俊东的一个清白，一个公道。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是希望我们这样的案子将来不再发生，那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关注这个案子，反思这个案子，让我们道德风尚更好一点，让我们的司法实践更公正一点。朱永平是吴俊东的义务律师，他说这单案是在双方都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由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即是根据法官自己的操守和良心去判断责任谁属。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没有受到规范，彭宇案、许云鹤案还有我们的吴俊东案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他还没有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规范，他的太大了，他的权力太大了。比如说我们广东的小月月事件，他为什么这个十八个路人他不去救他呢？我们很多的路人他害怕，害怕他为什么呢？对我以前的产生的案例，法院的判决的案例会对我不利的时候，我干脆不去救你。因此这个社会危害性啊就非常大。南海法院拿个判决呢，应该都可能比较有利的判决，比较信心，因为估计法院应该实事求是咁判。同吴俊东有同样遭遇的陆英章，原本呢日去法院拿判决书，点知去到距离开庭唔够半个钟头，法院临时话法官要外出开会，叫陆英章再等通知。都有啲无奈咁咯，就系想肯定想早啲知道，咁啊，如果你法官唔得闲嘅，咁啊，都等几日都要噶，系嘛？上个星期，陆应章终于收到法院嘅判决书，判佢败诉，要为交通事故负全责。向俾佢参扶嘅老人家赔65,000元。对于呢个判决，陆英章无奈接受。佢话官司拖咗接近半年，佢已经身心俱疲，所以放弃上诉。如果下次见到你仲理都好难讲，有可能会唔理，有可能呢理都好啦，就都要攞足证据咯，叫做怕俾人冤枉咯。毕竟这样的老人还是少数的吧，应该说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私心去加害于别人，所以说遇到以后，说句心里话，以后遇到别人我应该也会去扶的。吴俊东向检察院要求翻案重审的申请最终被驳回，而法院催交的赔偿就迫在眉睫。
今天过来就是向原审法院里面交一份终止强制执行申请书。二审下来和一审是叫我赔偿7.3万多元，钱拿不出就要查封家里的东西，或者说最后的阶段强制执行就是把你抓去拘留。但是要我出这一笔钱，我肯定是不会来出的。出这一笔钱等于是我默认这一起事故是由我造成的。一个比较差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面，好人只能够是变为坏人的。但当你一个社会周围的制度安排都是冷冰冰的，特别是很不公正的一种公共资源的安排倾斜，它会对他人的关系产生一种很极端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要一种重建一个社会，你必须以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合理的公平的分配，去等大家觉得其实这个社会是关心每一个人的。只有在这个大的前提下面，人才会想到我也都会应该去关心其他人的不幸，关心其他人的事，同情其他人。接下来是咪姐有请。